哭个没完，停一会儿，听见没有啊？再哭真揍你了！啊，哭了没有？听见没有？不许哭了！看我打不打你！别哭了，听见没有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！行了，怎么打孩子啊你？你是不是人贩子啊你？怎么了？我是他父亲，打他怎么了？你是他爹，看着不像啊！他一路上都这么哭，没完没了的，没个停啊！哭总有哭的原因吧？你打他干嘛呀？他不愿离开妈。哪有孩子愿意离开自己妈的呀？谢谢提醒啊，我得走了。孩子饿了，我是开餐馆的，来吃点饭吧，来走。哎呦，乖，走了。哎，哎呦，真可爱，像个妈妈吧？有的地方也像他爸。来来，干一杯。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我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什么呀？我能点哪道菜啊？哎呀，随便点嘛。看在你闺女的面子上，这顿饭我请客。还是好人多呀，雪儿，客家阿姨。阿姨饿。既然叫我呀，不能白叫。嗯，拿着。哎，别别别，阿姨啊。这钱不能给，这钱不能给。干什么呀？我给孩子的。哎，听阿姨的。给了也白给啊。什么意思？一言难尽。怎么了？有什么话你就对我直说嘛。我这个人呢，没别的毛病，就是个热心肠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菜你也别点了，我给你安排几个吧。好，你安排也好。那行，兰子，来一下。来饮料和啤酒，饮料啤酒。对，菜的标准呢，就按我平时招待客人的上吧。啊，是杨总。杨总，就是我，杨海妹。小店不大，可是我心大，这个称呼也是为以后准备的，省得以后改口麻烦。你说呢？你很有发展眼光，人有发展眼光，事业才能发展啊。大哥，你真会概括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就是说不出来。啊，杨总，都好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啊，请慢用。来，我们喝饮料了。这些怎么都是大人吃的菜呀？雪儿，告诉阿姨，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呀？炒鸡蛋和炸丸子。炒鸡蛋呐？听到没有？炒鸡蛋啊！好，再来一盒虾仁豆腐。好。再拿双筷子好不好？好，行，走。哎，谢谢啊。孩子真可怜，他以为最好吃的菜就是炒鸡蛋呢。炒鸡蛋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。看着也不像是那种特别困难的孩子啊。山里娃，只要有吃就行。不知道日子的苦甜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来，雪儿，来，到这儿啊。好，坐好啊。雪儿在这儿吃啊，乖啊。别别别，你干嘛呀？没人跟你抢，一会儿话还没说呢，人先喝多了。怎么了你？杨总，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喜欢这个孩子吗？我当然喜欢了。那你是城里人吗？我当然是城里人了。你这人可真逗，我请你吃饭，你查我户口。你别误会，我问你这些的原因，是想把这个孩子给你留下。孩子给我留下？是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把这个孩子送给你。为什么呀？他妈身体不好，家里面还有三个，为了让大家都过好，所以必须送走一个。可是孩子是娘身上的肉，你把这孩子送走，
孩子他妈会同意吗？这事是我决定的，他妈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但临走的时候嘱咐我，让我把孩子一定要送给一个好人家。我看你人挺好，有这么一个餐馆，又喜欢这孩子，乐不着孩子的，而且挺符合他妈妈说的标准，所以我想把孩子送给你。哎，卷儿可乖了。我不行，我还没嫁人呢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不，大哥，听我说，你别误会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不太好吧？是是是。哎，杨总。嗯。你开餐馆认识人多，能帮我介绍一个吗？找个好人家。找个人家倒是不难，不过我就是怕等把孩子送走以后，你后悔怎么办啊？后悔也得送，不然大家都没法过呀。你真是一个重情义的汉子。哎，人家嫁给了你，你就得为人家负责，是不是？那行，这事啊包给我了。哎，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住京西路宝华建立工地。离这挺远的。是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把孩子留在这儿，我给你找个人家，找完之后呢再通知你，行不行啊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了。好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别送了。好，雪儿，听阿姨的话，爸爸走了。就回来看你了。爸爸在哪儿？雪儿先自己玩啊，阿姨出去一下啊。吴大哥，啊，你没走啊？我没赶上末班车。没事，那你今天晚上就在员工宿舍凑合一宿，明天一早啊坐公交车回去。我想在这儿多待几天。我的意思是，等雪儿送出去之后，我再回去吧。啊，这样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白吃白住的，你有什么重活脏活我都可以干。吴大哥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爸爸抱，哦，嗯，好香啊！阿姨给你洗澡了，想爸爸吗？嗯，想。好吧，看在你们父女情深的份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那谢谢了，雪儿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累了一天了，该歇着了。雪儿是跟你睡还是跟我睡？今儿跟我睡，明儿跟你睡。行。哎，睡觉了啊。哎，好，睡觉喽。
你找谁呀、啊？我找吴天和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他老婆。哦，吴天和送洋洋回家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你过几天再打过来吧。你是于经理吧？是啊，是我。洋洋病了，在医院呢。你是说不给钱，不给看病啊？吴天和没往家里留钱吗？早就没有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给了他5000块钱，他没往家里放。他说在火车上都被偷走了。这，那你叫医院的人接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来，再看看这套。真漂亮。这套也挺好的。哎，好好好。小姑娘，哎呀，你女儿长得可真漂亮。小宝贝儿，你长得真漂亮，漂亮的像个小天使。阿姨，宝贝儿是谁呀？宝贝儿当然是你了。阿姨也漂亮，也像天使。你看她多会说话，像个小天使。小宝贝儿真让我受不了，让我亲亲好吗？人靠衣服马靠鞍，这一打扮呢还真不一样了。是，来，媛儿，来过来。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。哎，等等。哎啊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哎，我想给这孩子买几件衣服，行吗？不用了，留着给自己孩子买吧。啊，我没有孩子。你没有孩子啊？我结婚好多年了，是他的原因。我的命中注定是不会有孩子的。璇儿，听话啊，自己玩一会儿去啊。你没有想过自己抱养一个啊？想过，但是没合适的。他怎么样？当然好了。不可能吧？哎，这个呀，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，他家里穷，孩子又多。这不来商场买身衣服，打扮得漂亮点儿，给找个好人家。给我吧，我要。来，这是天意，你喜欢他，他对你又不陌生，你们俩真有缘分。你看能让我跟你的朋友见个面吗？见我朋友是肯定的，不过呢，你最好带孩子到公园去玩一玩，培养一下感情，确实没有问题再和我的朋友见面，你说呢？我明天正好休息，我带他去公园。行，宝贝儿，咱们去公园好不好？璇儿，你看那是谁？是爸爸吧？爸爸，爸爸，摔倒。哎，跟阿姨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吴大哥，就你这样，孩子可送不出去了。阿姨，你找到人家了？进去说吧。来，走。来，璇儿，开心吧？嘿嘿。杨总，谢谢您了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呀，总那么客气。哎，以后能不能把那个您换成你？把杨总呢换成海妹，我听着不顺耳。您就是老总。什么我就是老总啊？那是以后的事儿。我是海妹，何况我饭馆的名字就叫海妹海鲜馆吗？那好吧，那以后我就叫您海妹了。这听着多亲切。海妹啊，你得到那个人家去看一下，家里条件好不好，一进门就知道了。行。这是你丈夫吧？
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他在仪表厂工作，是工程师。啊，很好。哎，他喜欢你养孩子吗？我昨天呀、跟他说了领养雪儿的事儿，他可高兴了。我们俩高兴的前半宿都没睡着觉。行，我看没什么问题。那这样吧，尽快安排你和他父亲见面。来，啊，谢谢。你能保证永远对雪儿好吗？吴大哥，你就放心吧。于大姐第一次见雪儿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雪儿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我要她自己说，上对天，下对地，中间对良心，能不能保证永远对雪儿好？请您一百个放心，我和雪儿有缘，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还要让她读书？会的，我们一定会让她读书的。只要她想学，不管我们有多苦，都会供她读下去。他爸爸，哦，他的新爸爸是大学毕业生，又是工程师，在学习的事情上您就尽管放心好了。女孩子喜欢漂亮，她可能会管你要一些新衣服，可以给她买一点，但不要惯着她。我会尽力而为的，适可而止。不要向她再提起我们，孩子小，现在的一切他都会忘掉的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吴大哥，你这不说我都忘了。当时于大姐答应领养雪儿的时候，她有个要求，就希望我们把雪儿送人之后，尽量不要去看她，最好能不去。这你们的想法都一致啊。送出去了，就是人家的孩子了。我们不会去看的。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太谢谢您了。哦，对，如果您现在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现在去一趟民政局，去把领养的手续办了，好吗？不哭了啊，雪儿，不哭了啊。雪儿，要听话。爸爸，对呀，一个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。没看见雪儿在哭吗？听她哭，我这心里就难受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安慰她一下，你先回饭店吧。哎，别让她哭了，总哭啊，她会哭坏身子的。你就放心吧，你先回饭店啊，回去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和雪儿就是母女关系了。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一对母女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吧，你就别送我了啊。嗯。谁呀？就刚才出去那个。人家呀是来打听老王家搬到哪儿去了。你说这老王家搬到哪儿去了，他又没告诉我，我哪知道啊。姐，你骗我，你肯定是在骗我。我骗你干嘛呀？姐，这女的长得挺好看的，我特别想认识她，把他介绍给我吧。我不认识。你说你啊，搞了那么多的对象，左一个右一个的，好不容易谈成了一个吧，还把媳妇儿给打跑了。哎，你别这么说，这媳妇儿就得打。姐，你说不打媳妇儿的男人，那是男人吗？那不是男人。什么话呀，瞧你说的。过来，你说你把媳妇儿打跑了，你说这以后到哪儿去找去啊？到我姐这儿来找啊。
没人疼我，我姐姐疼我。说吧，这人姓什么叫什么，在哪上班，住哪？你就不要问我了，你问我我也是不知道。哎，你说你把媳妇儿打跑了，工作也不要了，你不是在二叔那干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又把工作辞了？辞了，我决定自己开公司了。你自己开公司，你哪来的本钱？我的工资加上跟哥几个借点。哎，你要是有钱啊，也借我点，算你入股。我没钱，我就是有钱也不能借给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呀，哪是开公司的料啊。哎，我开这个呀是文化公司，这个文艺创意呢，哎呀，跟你说也说不出什么文艺创意来。我想吃炒鸡蛋。哎，这小孩谁啊？是我领养的，小雪，来，来叫舅舅。舅舅。哟呵，这小孩长得真好看啊，嘴还甜。哎，姐，嗯，这孩子不会是那女的送来的吧？你瞎说什么呢你？雪儿，中午妈妈给你炒鸡蛋吃啊。我瞎说。干杯。俺妹啊，这些天多亏你照顾了，谢谢了。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。我该走了。吴大哥，你喝这么多行吗？吴天和，你把你女儿送别人还有什么不行？吴天和，你不是人，是你女儿送别人。你也把孩子送给别人吧，嘿嘿，你也不是人了。雪儿走了，我也走了，拜拜。吴大哥，吴大哥，吴大哥。睡这儿啊！你，同志，先生您好，您这边请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好好好，请请请，老张坐。服务员，菜单。哎，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菜单。啊。想吃什么，随便点，把你脑子里面的金点子都给我点出来。啊，赵师，今天你来点。好，那我可真点了啊。什么真点假点，一个字儿点。吴大哥。喂、哎、睡了？眯一会儿。鸡丝面爱吃吗？爱吃。好香啊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多吃点。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呢。要有的话，就再给我来一碗。有，锅里还有的是呢，你尽管吃。吴大哥，你这个人真实在。做人嘛，就得实实在在的。对。海梅啊，嗯，你这一笑，我这心里啊就舒坦多了。那我以后啊天天冲你笑。啊，
我可承受不起。于总，于大老板聘咱当顾问，您就给点运作费，每月5000。5000不多，赵大诗人给你搞一场首届全国诗歌比赛，那影响就造出去了。还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吗？有，搞笔会呀、能挣钱了。你把那妈字去掉，只要你投入启动费，把画家们请来，钱就赚海了。这画画多麻烦，不如咱来点毛龙诗吧。哎呀，歇着歇着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拿宣纸和毛笔来。先生，我们这是餐馆，不是画店。我知道这儿不是画店。你没有宣纸和毛笔是吧？没有就买去啊，跟这废什么话。对不起，哪位先生结一下账吧，我们中午的营业时间已经过了。结什么账？我要画画。姑娘，我要画你，画你的裸体。杨总，有三个闹酒炸的。你先吃着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就他们。怎么样啊？啊？哪位先生结账啊？是不是该走了？你是？你谁呀？啊，我是山水文化公司的老总。对不起，我们小店来的老板比较多，我不认识你。就是于丽他弟弟。于丽啊，我不认识。不会吧，真不认识啊？什么叫真不认识假不认识啊？赶快结账啊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哎，别要笔和纸，要笔和纸，笔和纸是他开场的锣，他就是巨星，正在闪烁。篮子，报警，审讯地。哎，别报，我来。我的腰呀！于队长，怎么？他们是你朋友？不是朋友。哎，杨总，多少钱？156。哎呦，没少造啊！来，给你。看什么呢？艳福不浅呢。说什么呢？我还有点事儿，麻烦你把这也扔出去。麻烦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执政啊。哦哦，杨海妹。杨海妹，你知道吗，我从来没有为女人失眠过，你也别想让我为你失眠。真是对他一见钟情，这可真是奇了怪了。他算干什么的？我值得为他睡不着觉。来，请。我这房子啊，接手就能干，保证能赚钱。方经理，听说上一家可是血本无归啊。那是他不会经营，跟我这房子可没关系。当然和你有关系了，
您的租金那么高，我们忙活半天净给挣房租了，减点吧。我这可是黄金地段，500平米的面积，一个月只收1200块钱，不能再减了。那不减也成，3个月一付行吧？至少得付半年的。方经理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这换做您的话，3个月不挣钱，这房子还能租吗？你真精明。没办法，被逼无奈啊。哥哥逞能，你别跟着啊！我不累。妈，这小不点老想和我比，你是哥哥，得好好带着他啊！妈，今天小杰带他爬树来着。爬树怎么了？男孩子哪有不爬树的？姐，白告状了吧？妈，我可是为他们好啊！男孩子嘛，就得摔摔打打的，只要树上没有马蜂窝啊。尽管爬啊，小心点，对不对？来，太谢谢了，要没你这么照顾我，我不会好得这么快。要图你这个谢字啊，我早就把你赶走了。来，喝一个吧。来，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来，夹菜。胡大哥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啥事儿？要不你别走了，和我一块干吧。不行不行，我哪懂餐饮啊，我得回工地，明天就走。我说你行就行，别推辞了。我真的不懂啊。哎，我租了一个地儿，挺大的，回头咱俩去看看吧。就这么定了。藏。哎，吴大哥，跟我去雅静理事吧。这一般过来啊，什么都显得正经的。不是正经，是正规。走吧。说不定啊，以后吧，就是一家人都行。看你菜呀，干活。坐吧。哎，什么事啊？我刚从工商局回来，也弄清楚了，办股份公司啊，要2个股东。不办股份公司不行吗？我想往大了干，不干个体户，我想做有限责任公司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我想请你当个股东。当股东得拿钱嘛。我可没有钱。不用你出钱，我呀只需要你一个名字。用我的名字就能当股东？对呀、啊、哎，只要你同意，陪我去工商局办个手续吧。我同意，只要不出钱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
股份公司呢是由股东组成的，股东在公司的地位是由所占股份多少决定，这和他的年龄、性别和家庭成员是没有关系的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占51%的股份，那么公司就是我说了算。对，股份公司是董事长说了算，谁占大股谁就有资格当董事长。那我就可以当总经理了，只要他不反对你就可以。我不反对。那我们可以注册了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不过要有卫生许可证才可以拿到营业执照。好，没问题。没看什么，二叔，您办事儿啊？办年检，你呢？不是办一个文化公司吗？你来看看手续。你真行啊，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，还搞起什么文化来了啊？二叔，这个办公司啊，和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没什么关系。现在流行一句话，不怕想不到，就怕做不到。二叔，您这意思是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你在我那里干得好好的，你抽什么风，赶什么时髦，办什么文化公司？二叔，有人比我还时髦。谁呀？吴师傅，吴天和。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，二叔，这吴天和刚跟一女的从这儿出去，那俩人那亲密劲儿啊，没法说。哼，真是粘人出豹子，想不到他吴天和还有这么一手，我说他怎么迟迟不回来？有一点我没想明白，你说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她怎么不喜欢我，喜欢吴天和呀？天和，海天大酒楼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，还真是要感谢你呢。感谢我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我就是要感谢你。朋友排好队，慢慢走啊。真想去看看他，可是我们答应过于律，我们都不会去看他的。我没去啊，可是合约里并没有说我想都不允许想。这些天我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，想雪儿想的心疼。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你就不要再多想了，好吗？来，慢点，小心啊！行了，这边。这生熟要分开，消毒柜一定要有。所有进入操作间的人都必须穿衣戴帽，知道什么叫穿衣戴帽吗？就是穿工作服戴厨师帽。哎，你看，你这儿的卫生不行，这合格证啊，我不能给你发。哎，吴大哥。吴大哥，领导说了，卫生不合格，你赶快把卫生搞一下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哎，来，把这卫生搞一下。同志，好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您去到屋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来复查一遍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再来检查一遍，如果再不合格，可别怪我不给面子啊。不会的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保证一尘不染。请，随便坐。喝水吧。没有汽水吗？大热天的也不体谅体谅我们领导机关的辛苦。必须有。汽水还没来得及买，要不然您自个儿去买。
好，我去了。哎，要不然复查完了再走吧。啊，我委托你复查，你认为合格了，明天就到我们防疫站来拿合格证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麻利点，麻利点，不行啊，这边小小的，多看一看。知道了。好，好，我刚擦完。哎，你们那边，来来来，哎，旁边，哎，好，地上，哎，啊，那里面那边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吴师傅，今天不用复查了，你看这杨总啊，把人都送走了，送走就坏了，合格证拿不下来，咱全都白忙活了。哎呀，挺干净的。嗯，那儿那儿那儿，哎，这还有个手印儿。杨总，小妹。他不复查就走了，后面没什么事吧？他把复查的任务交给我了，小心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啊。哎呀，那个家伙被我搞定了。合格证他同意发了，明儿去拿。哎呀，就算被